为什么想要报这个兴趣班啊？因为我喜欢唱歌。你喜欢唱什么歌？最喜欢赞歌。这个社团的话是上个学期开始学来的，从零基础开始，校庆50周年，那是我参加了。我们社团的一些学生啊，那个乐器弹得稍微好一点学生，我们组合成一个乐队形式，还有参加一些县里面的一些文艺活动。带了饼干，还带了奶渣，还带了肉饼，八个人一起吃，一起洗衣服，还有一起玩，出去玩，还一起聊天，自己有零食的时候一起分享。他们大多数都是农牧民小孩子，所有的学生居住比较分散，所以现在目前的规模的话，是我们在校生是1594人。每个年级差不多有530左右，三包的话，每生每年4765。